首先我们要先确定苏醒球的功能，第一个是苏醒球本身，第二个是氧气面罩。那组合的方式呢是直接接在一起。那我们在组合完毕之后会去使用苏醒球，看看功能是不是有异常。在完全密合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吸力，然后会有一个压的时候会有一个反馈的力量，这是属于正常现象，没有漏气可以使用。那在使用苏醒球的时候呢，氧气要接着尾巴，这里是接一个氧气的桶，另外一端是接在氧气的供应口。使用苏醒球的时候要把氧气打开开始使用，调到 要使用氧气的 liter 数就开始使用氧气。现在为大家示范增压换气，在组合好苏醒球之后，确认功能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开始实行增压换气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站在小朋友的头侧，如果是右撇子的话，就是右手拿苏醒球，左手做固定氧气面罩的方法。那固定氧气面罩的方法的话，我们的口诀是三 C 或是 OK， 就是往下压的时候是形成一个 OK 或是三 C 的手势。那我们现在把那个氧气面罩盖在小朋友的脸上。这样往下一盖之后，手会形成一个 OK 的动作，那这个力量是垂直向下，可是要把他的下巴往上抬，畅通他的呼吸道，这样子做一个换气的动作，右手一压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右边有一个反馈的力量，然后可以看到小朋友一个胸部的起伏，然后速度大概是30秒20至30次，那这个次数呢，其实没有远远没有比你持续做的这个东西重要，重点就是我们要数1、2、3，所以我们就是数压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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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1、2、3。一边观察小朋友胸部的起伏，一边做换气，一边感受到右手的力量，右手苏醒球反馈的力量跟左手有没有漏气的感觉去做调整。那一般我们就会做30秒之后评估小朋友的状况，如果觉得一切小朋友的胸部起伏是好的，右手的反馈力量跟漏气的状况是良好的，那就是一个好的换气。好，现在为大家示范胸部按压的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在做之前要先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有效的胸部按压，那小朋友必须要躺在一个坚硬的地方。如果小朋友躺在床上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在小朋友下方铺上一个硬的木板或是板子。那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话，必须要把小朋友移至比较坚硬的表面上面，包括是桌上或是地上。那小朋友躺在一个好的地方之后，我们就站在小朋友的头侧。那如果说这边有人在扣压、正压换气的话，我们会在这里或是这里实行一个胸部按压的动作。那首先呢，要做胸部按压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要压哪个位置。那要按压的位置呢，就是取得两个乳头中间的连线，也就是这一点。那有几种方法，一种是直接按压法，就是一只手用两只头往下压的方法；第二种是直接环抱法。那一般我们会建议使用环抱法，因为这样这个做法比较不会累，比较不会疲劳，效率会比较好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按压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动作是环抱小孩子，然后取两个乳头连线中点。那接触的小朋友的面积越小越好，会造成比较少的伤害。那做法就是往下压4公分，或是胸廓的1/2到1/3之间的深度。那往下压之后要完全回弹，然后往下压之后要完全回弹。那这个速度大概是要大于100下，所以我们有口诀，就是压得快，压得深，要回弹，莫中断。那所以说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个正确的速度。那在压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边压一边数我们的次数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刚刚的动作里面，我们有几个要领要记得。第一个是要压的深，第二个是要压的快，第三个是要完全回弹，第四个是尽量不要中断。那所以我们压胸的重点就是压得深、压得快、要回弹、莫中断。那再配合30:2的换气速率，就可以完成一个 CPR 的动作。现在为大家示范30:2的换气速率。
以下是单人使用的方法：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换两口气，压二三，压二三，继续第二个循环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再换两口气，压二三，压二三。可以看到刚刚第一下其实没有，如果你在压第一下的时候没有完整的话，你可以再补一口气，二。